记者邱巧珍台北报道，在推陈出新、速度极快的美妆市场，许多产品都不断更新升级，炒热新品话题，但有些保养品却能维持最初的经典配方，在消费者心中维持注意力不摇的地位。 Sudsley 经典产品全能乳液即是其一。 Sudsley 经典产品全能乳液是几十年前许多台湾人到法国旅游必买的代购清单之一。这款产品自1980年诞生以来，配方始终不曾改变，不仅成为跨时代的隽永传奇，至今仍维持是 Sudsley 全球销售前三名的明星产品。不过今年 Sudsley 全能乳液首度做了一项改变，与艺术家 Elsanita Redfield 携手合作打造限量瓶身，以水彩挥洒独具诗意的花卉图腾，柔和充满生命力的红色与柔嫩的粉红色，点缀上金黄鲜艳繁茂的花朵与蝴蝶散落于瓶身，为经典产品添色。 Sudsley 在创造每一款产品时都以成为经典为最终目标，所以早在38年前，全能乳液即标榜一瓶全能，使用了6年顶级韩国高丽参、积雪草、迷迭香、蛇麻草以及木贼等萃取成分，一瓶乳液中蕴含超过26种植物活性成分，为肌肤完美的打底，做好保护肌肤的第一道屏障。即使在现今环境污染日益恶化、压力不掉加快的生活节奏中，经典的养肤配方依旧能历经考验。 Sudsley 全能乳液限量版 125ml 7200元。记者邱巧珍社，艺术家 Elsanita Redwell 为全能乳液创作限量花卉图腾瓶身，翻摄自 Sudsley IG。